好，台湾的棒球要持续的加油，不要再让迁弩的风波重创了台湾的国球棒球了。我国的旅美投手陈伟英呢，就要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的台湾选手。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在高雄举行棒球训练营。好，虽然在今年赛季结束之后呢，陈伟英才动过骨刺清除手术，不过回到台湾的英仔还是不忘记要回馈基层棒球。今天一大早，陈伟英就在高雄的澄清湖棒球场亲自教导台湾的青棒选手，这也是陈伟英连续第二年在大联盟休赛的期间回到台湾举办棒球训练营。今年呢，还特别请来了旅外球员王耀麟跟曾仁和来担任助教，教学的阵容是更坚强了。